下来请收看菩提如是说。如果你想修行，想学佛，首先要学习的就是找寻自己的生命，那就是宁静。当你找回自己真实的内在，就可以体会到，其实不用依靠外在的刺激，你也可以活得很快乐。我们的悲伤和愤怒来自错误的理解，尤其当心不平静时，我们的理解往往是错的，我们所见所听及所想并不如实。就像当湖面起浪时，就无法忠实地映照出空中的云。世界上种种的繁荣虚华，并不能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快乐。因为刺激只能片刻，运用六根所求来的快乐都是暂时性的。好比看一场电影，听一场演奏，终有结束的时候。因为世间的真相就是无常，有生必有灭，有合就有离，一切皆如梦幻泡影。而人们总妄想在片段中抓住永恒，我们应当了解，找回自己内心的宁静，
念念关照，一切皆是无常。这样，遇到任何逆境，就自然放得下，而能解脱自在，远离烦恼，这样才是生命的主人，懂得享受生命的人。安详是真正的生命，心里面没有祥和之气的人，永远得不到幸福。想得到幸福快乐，从内心里头要有安详两个字。要能够放得下，才能保持一颗祥和之心。我们必须训练自己，让心像秋日清晨的湖面一样安详。我们的呼吸能够带来这样安详，如果我们有太多焦虑和计划，那必须减少，悲伤和愤怒也是。我们必须学习放下，这些不同的包袱只会让生命更加沉重。通常我们以为，如果没有了这些包袱，我们的办公室、身份、名声、工作、重要性等等，就会不快乐。但是再仔细看，你会发现，这些包袱几乎都是快乐的阻碍。当我们能够放下它时，我们就会快乐。
一个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是什么，只要他的内心安详，就可以过得幸福。而一个拥有很多物质享受，但却不了解宇宙真理，内心纷乱的人，生活对他而言反而是一种惩罚，拥有的愈多，他的痛苦也愈多。因此，幸福从何而来？要从内心的安详而来。学佛的最究竟目的，并不是为了保佑我，而是明白这个我并不存在。有了我，才会招致我的各种痛苦。只有断除了对我的执着，才能从根本上拔除痛苦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才是慈悲？对此，龙猛菩萨在《大智度论》中解释得非常清楚。他是这样讲的：大慈，与一切众生乐；大悲，拔一切众生苦。也就是说，慈是给一切生命带来快乐，悲是让一切生命远离痛苦。当然，这的一切生命不仅仅是人类，还包括所有的动物。
要知道，万法虽然皆空，但因缘是不灭的。我们还是要积如幻福，灭如幻罪，才能断如幻的痛苦，得如幻的解脱。汉地的偶义大师也说过，依如幻根，缘如幻佛，灭如幻罪，生如幻福。假如你真正懂得了积福的必要，哪怕已证悟空性，甚至获得了佛果，也仍不会放弃行善积福。就不共的缘起力而言，文殊菩萨能增加智慧，观音菩萨能增上大悲。你有能力的话，可以广修一切法。但千万要记住，诸佛菩萨不要分开，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尊。然后观想其他的佛菩萨全部融入，与之成为无二无别。这样去观修一位圣尊，也就观修了所有圣尊。所以修行一定要懂诀窍。莲花一教空行母问答录中说，不管你发什么样的愿，只要祈祷莲师，皆能如愿以偿。我们在遇到困难时，自己若实在解决不了，可以念七句祈祷文。
只要一心一意的祈祷，严师定会满你所愿。生命电视台也成立了一个台湾救狗协会，目的是要救那些即将被杀、被遗弃的、即将被安乐死的这些可怜的乃至生病的流浪狗。目前在北中南几个护生园区里面，总共已经超过3000多条，每一个月的开销超过130万台币。要非常感恩很多菩萨不断的关心，但是各位，这是永恒无尽的慈悲的工作，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护持，不断的关心，让这些狗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家，幸福的生活，将来安享天年，得胜净土。感恩各位，一定要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救这些流浪狗。阿弥陀佛。让不舍悲怜化为积极救护，邀请您加入台湾救狗协会，给流浪狗一个安心的家园，护持流浪狗饮食医疗。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孩子，很多人问，为什么工作
孩子们换气的日子完了，你休息的时间，自动自发来帮忙按水龙头，这个获得热忱的心你服务他人的特质，这是无法在书本中学习到的最美的。我想必定就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教育，活你快乐的大师领先。化学入侵强起，不化学的陪伴着我，盼着赴汤蹈火。孩子们也是入教务坐上车，还欢喜点菜，热日回家。每一天的校园里，欢喜中都弥漫着这么幸福的欢喜，真是一片全发的造成的种种不便，但内心却是充满着愉快且满足的心情。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。不务正业20多年了，我内心充满着能够把这人生意味里转化出来的真实心得。就像燃起灯炉一样，在你们走出校门后，时刻都变成点亮你们的生命礼物。谢谢你们对班上的协助，记得